年的一曲《爱情鸟》让林依轮成为了家喻户晓的人物，在很多人的心目中，他身材高挑又帅气，唱歌又好听，是90年代许多人心中的男神。如今淡出乐坛的林依轮摇身一变成为娱乐圈中的土豪，今天的成就和他两任妻子有着巨大的关系。林依轮的第一任妻子叫做黄莲，两人结婚时黄莲在广州就已经很有名气了，而那时的林依轮在事业上刚刚起步，两人交往初期还遭到了女方家人的反对，所谓强扭的瓜不甜，婚后两人不久便离婚了。1994年林依轮与妻子西华相识，1995年林依轮与西华结婚，西华当年还获得过美在花城的亚军，后来西华为林依轮生下了两个儿子。从此林依轮一边发展着自己在其他方面的事业，一边用心的照顾孩子和妻子，便慢慢消失在大众的视野了。据悉生活中他也是一位十足的好男人，林依轮的现任妻子是西华，林依轮也从未有过绯闻传出，出席活动的时候两人也是一副煞星旁人的模样，特别是林依轮感觉好贴心啊，还为老婆细心整理头发，在公众场合很少见到这样的画面，网友酸实在看不下去了。现在夫妻两人投资的房产事业也算是娱乐圈内的大咖了，赚得盆满钵满的林依轮可以说是一位富豪，但背后也有妻子西华的努力和付出。